好，那补是被打到后排去，就当回合不能补血这样子的状况呢，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避免了哈。这个碰到就碰到哈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是例外了哈，碰到这个状况那是只好重来了。但是就哈，已经有稍微有一点点这一个节奏感了哈。好，我这边应该可以快一点点了哈，因为反正哈，大概节奏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后好，爆三重炸裂，然后呢，你的话，不对哦，我先这个，等到我 max 之后呢，我再降你攻击哦，让这个回合效益最大化。降你攻击力，崩坏冲人，好，攻击力少一点没关系哦。我们安全第一哈，安全第一。你看这个又把我打到后面去了，没有降防的话呢，伤害力少一千哦，少一千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前线指挥哦，大猫咪。啊，攻击力少一点没关系哦。好，然后呢，紧急回避，好，紧急回避，紧急回避，紧急到满哦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双重广域炸裂，然后逆转的治疗也是 max 的。锵锵，哎 ，miss 了哈，爽的。安全安全，但是大话不要说得太早哦，还是怕。这样子哦，然后三连，暴风炸裂，双重广域炸裂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回合呢，破防 ,OK, 输出哦，输出了，然后崩坏冲人，你的 MAX 已经满了是不是，那我就继续降 BOSS 攻哦。哦，我有八回合的时间哦。好，补血。崩坏冲人，前线指挥哦，指挥一这样就好了。呼叫林德，哎呀，我的补士被打到后排去了，又来了。大恢复补血，逆转的治疗。然后紧急回避哈，他现在还在挑衅期间，这边的话，好，继续破防刮痧，哎呦喂啊，啊这是运气啊，这是运气啊哈，刚刚没有倒的真的是运气哈，因为那个他把我补士打到后面去了哈，所以我那个节奏乱掉了。那现在的节奏呢？现在应该是 OK 的哈。好，三重、双重、三二二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一回合，哇，我的那个法力不够了，好吧，哦，那就不降了哈，我还有四回合时间，让他慢慢补了，然后希斯科特，暴风炸裂，这样子，好，你的话呢，崩坏冲人，你就继续补血，
可以可以可以的。来来来，你在后排慢慢补血哦。来，前线指挥，好，前线指挥。我只要两回合的，挑衅时间就够了。啊啊！我大猫咪选错人了。啊！我怎么打到 BOSS 去了啦？哎哎！啊！我刚刚是不是给他降防？结果大猫咪打到 BOSS， 哎，我的天哪！好，算了，紧急回避一下哦。然后哦，对啦，我指到 BOSS 去了啦。哎呀，搞笑哦。啊天哪，还好还好，再紧急回避。紧急回避四回合啊，五回合齁，我有 BP 呢，开玩笑齁、哦、OK， 我们又回到熟悉的这个节奏了齁、哦、又回到熟悉的节奏，我就一直用猫咪好了。我想想看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崩坏冲人，三重炸裂破防，你要开始降 BOSS 攻击力了，好，六回合哈，补上去，好 ，OK， 好的 ，OK， 补血，哦，崩坏冲人，没有选错人吧？然后呢？前线哦，这边的话，过来，要指他。虽然说我会觉得呼唤林德是打全体，但是你指到他呢，呼唤林德会很聪明的哈、哦，使用这个单体他的这个弱点，就变成打单体哦。所以我必须要指对人哦，他才会用横扫哦。你看那个猫咪多聪明。前线指挥，来打我啊，打我啊，笨蛋哈。哦好，这个是秘钻治疗，然后继续补血，然后你的话紧急回避，你就阿瓜沙 ，OK， 哎呦喂啊，一直鼓舞，但没关系，紧急回避。哦，你的攻击力好像加很多呢，我是不是要安全一点啊？好、哦，安全一点，我是不是要挑衅一回合啊？挑衅一下好了哈、哦，挑衅一下好了，然后一样双重广域。哎呦喂啊！哎，又打到我捕尸啊！哦，不行，前线指挥哦，一定要前线指挥。等一下。这一回稳下来齁、哦、我的捕尸齁、哦、被打到后面去了。这样不行齁、哦。先等一下齁、哦。啊冷静齁、哦、想一下齁、哦。这一回我要放什么哇我的紧急回避已经跌到8了齁、哦。我在前线指挥好了齁、哦。那我看一下齁、哦。这一回合呢我再降 BOSS 一次攻击力好了。好这一回我先稳下来因为我刚刚捕尸被打到后排去了 ，OK。哦，稳一个哦，稳一个。哦，再挑衅哦 ，OK， 稳回来了哈、哦。啊，压力好大，哦，怕，再来。这边的话呢，我想想看哦，崩坏冲人哦，你的话呢，三重炸裂。然后你就双重广域炸裂，这一回合的话就破防了，3+2=5，你的话没有打错人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啊，我一次破两只哦，哦，这样子也好。有没有降了防之后呢？我希斯科特不会被秒了哈、哦，我刚希斯科特被秒掉。这一回合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输出啊？我是不是可以偷偷不要补啊？
好，我来偷偷上一个小 buff 好了哈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这边我还是要挑衅啊，我还是要挑衅啊，不急啊，不对不对，我又指错人了，等一下哦，指这个指你呼唤林德。啊，这个血好多啊！天哪、啊！但是我应该这个前线指挥暴风炸裂，我有点想要硬刚了耶！哦，差不多了 ，miss 哈、哦、，boss 都被我打晕了！天哪、啊，我刮痧刮到 boss 被打晕了。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继续上守护之光好了哈、哦，省一下我的那个 SP 哦。这边的话呢，我觉得可以硬敲哎，哦，来一个三连斩好了啊、哦，然后你继续用暴风炸裂，我觉得可以硬把你硬刚掉哎。啊，硬刚掉一只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补个血，秘钻治疗，然后你嘛，三重炸裂，你嘛，对不对？给 boss 上 debuff， 好，这样子，九回合，哈、哦，九回合。好，也许我可以输出了哈，也许啊，不然我的那个米罗德的那个法力有点低哦。然后这一因为下一回合我再把米罗德放回来哈，然后这一回合的话呢，这样子哦，他应该破防了，这样他就稳破防了，然后我可以准备输出了吧，哦，降你防御力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破防，破防了。好，这一回合输出的话，我下一回合来不及换上来，所以呢，这边还是回来补血好了。你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哦，前线指挥哦。你的话呢，呼叫林德。OK， 17000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挑衅你，哦，挑衅你，挑衅再紧急回避。哎呀，真是下流的招式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双重广域炸裂，好，慢慢来。哎 ，miss 哈，补回来。哎，怎样？哎，我再回避啊。我再叠，怎么样？物理攻击就打不痛我。好，补血 ，OK， 三连斩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应该可以再继续刮痧了哈。好，我们再三重炸裂哈。这边的话，呼叫林德，你去后面补 SP。好 ，OK 的 ，OK， 撑得住，好。哎呀，这个 SP 不够了哈，那我就等一下哦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崩坏充能，三重炸裂，好，这样子五下破防哈，我让米罗德躲到后面去补一下 SP 哦，这样子，鼓舞哦。好，米罗德补回来了哈，这一回合我要输出吗？不行，米罗德还是回来补血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崩坏充能 ，max， 你的话嘛，我还是去挑衅好了，呼唤林德，
欸，等一下哦，没错，好，哦，没有指错，稳稳的一只一只来哦。啊，他把我的，哎，他把我的特欧打到后面去了。我刚刚好不容易欧菲尔菲欧尔要输出被打到后面去了，这真的是很尴尬哦。怎么办呢？不行不行，我的补师在后面，我必须要让特雷莎站在前面，哦，他要帮我稍微稳一下，吸一下攻击力，哦，因为我现在只能靠特欧补血了。哇，其实刚刚特雷莎应该要死掉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吃下来了哈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他扛不扛得住啊？糟糕哦！双重广域炸裂，你去补他行不行啊？糟糕。OK， 补回来了。我其实特雷莎死已经死掉了，刚刚是特雷莎算是那个每场战斗只有一次的，然后我应该 SP 补的差不多了吧？看一下，喔，不然我就靠特欧一直补血哦，然后呢，特欧补血，这样子，你补一个紧急回避哦。然后你就双重广域炸裂，我先让我的米罗德血那个 SP 回复哈，哦，OK， 好，米罗德的 SP 回复了哈，哦，好，恢复我们原本的这个流程哦，哦，慢慢来，然后呢你就暴风炸裂，没问题，暴风炸裂，哇。哇，这样子不够欸，这样不够破防欸，不行，暴风炸裂，你用三重炸裂，三一，算一算，暴风炸裂好，下一回合再破防好了，下一回合再破防，好，你下一回合再破防哦 ，OK。暴风炸裂，然后呢？这一回合我先不攻击，好，我先不攻击，我先给你上 buff， 把你降到底。好，然后这一回合的话，我就大师名魔法，哦，那你就崩坏充能，欸，可是我的菲欧尔血，等一下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欸，我的速度啊，米罗德速度是在菲欧尔之后哦，这样我要怎么补到米罗德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样子啊，大师名魔法，然后你的话呢？挑衅哦，挑衅！哎哎，我又指错人了，指你，这样子。OK， 补血，秘钻的治疗，然后你就。紧急回避吗？一次而已，哦，一次就一次啦，哦，然后你就刮痧吗？回复 SP 好了，呼唤林德，OK 我的紧急回避，哦，
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怕你用三连级的这一个法术、哦。OK， 我们可以开始继续了啊、哦。我们回归进攻，好、哦，回归进攻，然后双重广域炸裂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锵锵锵！哎呦，啊、哦，看来不需要，看来不需要哦。看来不需要、哦。三重炸裂，双重广域，这样你就破防啦、啊！你已经没有出手机会了，你已经没血了。好，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好，二十分钟了哈。什么？已经打到40回合了哈，我已经打到40回合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就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怎么料理你呢？哈哈哈，要怎么料理你呢？想看哦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要回复一下血哦。然后这样子，哎。他好像怕剑哈，这样子 ，OK， 我这样全是攻击力好吗？我是不是要一直补血啊？还是补一下好了哈，怕怕的哈。好，思考一下。啊，他不怕剑啊！啊，他不怕剑，他不怕剑哈、哦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不怕剑啊，他是怕斧头啦。好、哦，我想起来，他是怕斧头。OK， 他怕的是斧头啦。好，那就崩坏充能吧。哦，他怕的是斧头，然后三重炸裂，三重炸裂，降你攻击力，好、哦、这样子 ，OK， 慢慢来哈、哦，我们慢慢来看看，看看要怎么打哦。好，这一回合准备破防咯，准备破防咯 ，OK， 然后一样哦，崩坏充能，三重炸裂，好、哦，这样就破防了。然后你的话呢？降你防御力，好、哦，降你防御力。OK， 破防了。其实破防我不应该用补血，哈、哦，这个没有算好。好，物理，等一下，我上个 buff 好了。你的话嘛，三叉 P 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他怕斧头，枪哦，三连突刺，哈、哦，大猫咪，一万六。好，前线指挥，好，然后三叉 P 吗？物理破坏打击，物理破坏打击，呼唤林德，好，这样子吧。这样我其实靠秘钻治疗就够了、啊。我其实等一下、喔，反正这已经 max 了，给他敲一下好了。我紧急回避哈。他如果说只有这种打单体的话，我其实不大怕。我只是怕说他连续打三下哈，三下那一个属性攻击，那个我就可能会扛不下来了哈。所以就这个样子吧，慢慢来哦、喔。哎呦，这好像是新的招式哦、喔。然后前线指挥啊、这个样子，三叉 P， 我再降你物理打击啊、我现在很放肆啊，反正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嘛，我就慢慢磨。好，我慢慢磨，慢慢磨，不急哈、哦。
失明魔法，然后逆转的治疗，好，让我的米罗德回个血。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紧急回避我，我有七次呢，哈，真的是慢慢来嘞。拍谁哦？拍谁哦？全 miss 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好啦，啊，全 miss 对不对？紧急回避再来啊、哦！哇，打得好下流，但是我喜欢。哎，攻击力降低啊、哦！你的话，哦，我就继续。等一下、哦，这边可以 max 敲你一下，大失明。OK， 大家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它是血少有 20% 的时候齁、哦、才会变成只有一个暗属性齁、哦。好，我们慢慢来哦，慢慢来哦，不急不急齁、哦、3XP, 三连突刺，然后降防。哦又喂啊，这一招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诶，这招好像有点不一样哦。糟糕了，这招好像没看过呢。等一下，西斯科特，我先抢先你破防哦，然后我再慢慢看怎么回复哦。这样子回复蜜钻的治疗，好，这样子回复，然后蜜钻的治疗，先不用蜜钻治疗。哎，我有暗冲哎，我都忘记了。然后这一回合米罗德补血会补到大家，你的话嘛降防哦，降防这样子 ，OK， 好破防了。我先不要把哈因斯换上来哦，他的那个降物理嘛，守护我好了哈、哦，降物理已经有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三连突刺，好，输出输出。好，守护之光，我再上守护之光哈、哦，这 buff 叠满满啊。然后你的话呢，三连突刺，好、哦。算西斯科特也是 SP 很多、哦。这边的话呢，呼唤林德，我要认真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三小，等一下，什么是我要认真起来了？那我要害怕起来了。等一下，先来挑衅一下好了，然后补血，好、哦、补血不要停。然后你的话嘛。降攻哦，它变成两栋了。哦，原来我要认真起来就是变两栋啦哦，然后呢再来两栋之后呢，就是变成这个只有暗属性才能够破防了哦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就暗冲哦，然后三连突刺哦，或是西斯科特都可以。补回来。啊！糟糕，摆了一个很大的架势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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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不及破防啦，我来不及破防啦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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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这个怎么办？我没办法破防啊，糟糕了，后面后排血还不够多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吃下这一招了。拜托拜托，扛得下来啊。
啊，好可惜啊，我是不是我用挑衅也不行哎、欸？哇，我少了海因特，少了一个输出哎、欸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真的完了。332，哎呀喂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一回我要补血了哈。攻击给我减弱啊！少了海因特啊，我打得好累哦，30分钟，天哪！补血哦，暗冲，前线指挥哦，双重炸裂。我有紧急回避，我是不是可以回避掉啊？哎呦，对哦，试试看哦，试试看哦，哈、哦。对啊，我有紧急回避，我可以回避得掉吗？不行不行，你是在前面补血，这样子没有用。然后你要补血在后，秘钻的治疗，那你就紧急治疗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双重广域炸裂，好这样子。哦，原来这一招可以用紧急回避掉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我就一直上紧急回避就好了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天哪、啊！先上紧急回避啊、这个的话你还是要维持降攻啊，降攻不能停哦。哦，来了，他开始锁了啊、哦、他锁了。嗯，他锁了他的弱点哦。这是不要脸。好，刷。哎，这怎样？好，这一回合我不怕你哈。因为呢，这一回合我就已经破你防了，好、哦，三重炸裂，好、哦，就这样子。这个245哦，啊，不过这是两次攻击，哦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大。哎，他破防的时候就不会锁起来嘞，哦，
那我是不是要紧急回避嘞？三连突好了，防御减弱 好，防御减弱，我们要拼攻击哦。这个是秘传的治疗，他，你又要把你那个锁起来了吗？好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他没有锁起来，哎，好，秘传的治疗。我先躲到后面去好了，暗冲，前线指挥，紧急回避，哎，紧急回避，紧急回避。哎，碎碎碎，紧急回避，摆了一个很大的姿势，哦，很大的姿势，很大的姿势，我就，哎，前线指挥，好，前线指挥，好，打你，然后你的话呢？秘传的治疗哦，这样子哦，前线指挥来打我啊！我没有办法阻止你，我就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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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尽力了哦，没辙了没辙了哦。我觉得要打到他破防已经很困难了哈。拼输出看有没有机会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放弃机会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哦，不要放弃，哦，攻击减弱，哦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哇，糟糕了，这一回合好像要输了。啊，好像要输掉了。哎，我还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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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三重炸裂，但是没有用啊。但没有用啊！190、95、75，哦，刹那，连刹那都用出来了哈。打猫咪刹那，1459。看你妈拼了啦，不然怎么办？我没有我不可能破你防啦哈。防御降落。好，防御降个防御力。哦，160，
七十。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哦。啊，现在几点钟了？凌晨三点钟。我好累哦。好，差一点点齁，失败了。好啦，那这影片会记录下来。我已经知道怎么赢了齁，就是唉，天哪。就是他要放大绝招，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破他防的时候，我就用特雷莎把他吃下来齁，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